镜头上呈现的是一个可爱的男孩，他只有24岁，对他来说，这段爱情除了要跨界国界之外，还要跨越年龄，因为他的女朋友比他大出了整整9岁。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法明，24岁，来自赤道几内亚，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丽，33岁，来自重庆，是一名销售。来，有请，有请两位。欢迎你们哈。对面的这个小伙子是你什么人？男朋友，以前的男朋友，但是现在是有问题。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去年12月，我的朋友，中国朋友过生日，他过来开始说话跟我。那天他很热情，还有漂亮。那天是朋友生日 party， 然后呢，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但是呢，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跳舞嘛，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男生还不错，跳舞还挺棒，然后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了，就互相留下联系方式，就联系。后面呢，圣诞节的时候他就约我出来了，这样子。啊，那天我想表白他，我告诉他我喜欢你。但是他告诉我不行，因为他有男朋友，他的男朋友在外地工作。那个时候我没有答应他，就是只是一做朋友的心态那样子跟他交往。你当时是真有男朋友吗？对，真有男朋友。你告诉他有男朋友之后，他还追你吗？有过一次。后来我看他的微信，我知道他有问题，我问他你有什么事，他告诉我他刚才分手跟他的男朋友。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很开心，第二是我表白他。那个时候我刚跟男朋友分手了，我想调整一下我的心态，我不想那么快再投入一段新的恋情，就是我是只能还是做朋友。等于你又拒绝了他。对，拒绝了。他身上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让你一直不停地追求他？因为在重庆我没有多朋友们，那时候我的手断了，我住医院很长时间，我不会动。他每个周末来学校买我吃，买我东西，还有我去3店买书，回来的时候我迷路，给他的电话，他告诉我别着急，如果有中国人在你的旁边，给他手机，他说话跟他，这个中国人他帮我到学校，所以从那个地方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他。明白了。对，这个对于一个别说外国人，就是一个中国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你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为你做这些事，你当然也会更加的喜欢她。对啊，为什么去照顾她呀？因为怎么说呢，开始的时候就跟她关系还反正挺好的，然后的话爱好也一样，是以朋友加上姐姐的心态去照顾她的。共同爱好是什么呀？说了半天。就是喜欢跳舞，然后足球也挺喜欢的，这一点共同爱好。你也喜欢跳？对。你们俩能跳一下吗？可以，没问题。来来，我们欣赏一下啊。转吧，省着吧，衣服。你们俩老跳舞吗？我原本想象是特别默契的，后来发现怎么是那么不默契的，所以这也就出了问题了啊。这是因为现在状态不一样了嘛，肯定没那么默契了嘛。一开始是拒绝，对吧？你后来为什么同意说让他做你男朋友呢？他不介意我的年龄，这是我挺感动的一点。在中国，别说女孩子大，差不多10岁，就是3岁5岁，别人也不会很接受。这点我挺感动，他不介意我的年龄。就是开始我拒绝他的时候，2次没有答应他。就是因为我心里其实挺介意这个年龄的。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我喜欢他，我不管他的年龄。在你眼里他是33还是23？我觉得20。20啊？对。你看你介意年龄，结果人家小伙子不介意。后来呢？而且还有一点，我的爸妈也不让我愿意跟一个外国人谈恋爱，或者说走得更远，而且说我也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跑到国外那么远。但是他愿意为了我留在中国，这点很难得了呀。这一点证明这个男生真的很爱我，可以尝试一下，试一下。那怎么现在就变成了前男友了呢？我尝试跟他交往了，但是后面才发现很多问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比较开放一点，我不太能接受，因为中国人比较传统。有一次吧，你过生日了是吧？那天我上班加班比较晚，然后呢我下了班打车提着档案过去，结果推开门一看，怎么着 OK 你跟别的女生亲上了知道吗？
虽然是新年，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你一推门，哎，看到了什么？看他亲别的女生的脸。这个亲有很多，比如说那个女生刚进来，他跟她行了一个贴面礼，那是打招呼，是一种亲法。但是不是刚进来，我推门看到他抱着别人亲呢，就正抱着亲。对，抱着腰亲别的女生的脸呢，就那种。哦，不是不是，我的同学送给我礼物啊，然后我亲在这里还有这里，这个不是爱亲的亲。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别人送他个礼物，他说谢谢谢谢，亲了两下，是这意思吧？对，一个是小问题。之前你跟别人跳舞什么的，我就说过我不喜欢，那么你应该想到我的感受，你知道吧？你先告诉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是中国女生，中国人，她不喜欢这样，你知道吧？啊，行，在所谓礼仪的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有什么吗？还有就是后面他为了这个生日事情跟我道歉，然后约我出去吃饭、啊、他的朋友加上我，我们四个人、你知道我们四个人，他就点了四个菜，来一盘吃一盘，来一盘吃一盘，哦吼，一下子桌子就光了，就空了，知道吧？这不是挺好吗？不浪费，我也挺喜欢。对对对。但是你看什么场面是吧？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吃饱呀，人家所有人都看着过来，你让我怎么下了台呀？啊，就这样。不是你接着点呢？他后面是他是点了一个汤，汤能管饱吗？那不是喝就感觉要赶人走的意思是吧？这个是小问题，小问题。对，这个真是小问题，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不是小问题。任所有人都看过来了，你让我怎么出啊？我差点找个地儿坐下去，你知道吗？不，这有什么呀？我不要浪费酒。我知道不要浪费，我刚刚都说了，你要看什么情况嘛，是不是？不是你一个人吃啊，而且我没吃吧，可能就是我太能吃了吧。不是，你到底是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台，还是你觉得这小子有点抠啊？对，我觉得挺抠了、啊，所以这个文化差异就是这个。这个跟爱情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啊，你可以教他呀。但是屡教不改，这个问题很严重，知道吧？可是人家也没在乎你年纪啊，你的年纪还改不了呢。本来就为这事儿你们就分了手啊？那倒不是，事还挺多的呢，事还挺多的呢、啊。你看交了那个男女朋友过后是吧？以前是朋友，联系的比较多一点、嗯。男女朋友过后呢，他就是自己干嘛干嘛，从来不告诉我，发短信、微信什么的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你干嘛去了，就感觉跟我以前单身时都一样的，就根本没有把我放心上，不当我是你的女朋友，知道吧？那时候我在准备我的东西，我来中国学习，我没来中国玩。你有那么忙吗？24小时在上课，24小时在干什么？你不会说告诉我一下，发个短信什么的，几秒钟、一分钟时间总够了吧，是吧？那你说你考试你在忙学习，这才是一个结果呢？你去酒吧玩了，我朋友看见我，你悄悄去了，知道吧？嗯，你说在学习，你去酒吧玩了，这个是以后考试。我的好朋友刚才分手跟你朋友，所以他心里不好啊。他告诉我你会陪我住啊，一起住吗？他的朋友就告诉他，我看你的男朋友在酒吧玩。但是你说你在考试，结果转立马就在酒吧了，而且你是悄悄的瞒着我的，那你让我怎么想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他没把我当女朋友，不在乎那种，不够珍惜那种。就是、你希望其实是跟他再腻一点，对吧？是的。他老是跟你保持距离。对。我们有外国人有一个事情。隐私，我不会告诉他我的隐私啊，隐私。你开始说你在考试，结果我朋友看你在玩，你还跟我说是隐私，那你觉得是隐私吗？这个事儿，不纠结了，因为你选择了一个外国朋友谈恋爱，其实就面临着你刚才所讲的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爱情是很容易相处太困难了，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严重的影响我的工作，知道吗？我是做销售工作的哈，我的客户呢几乎都是男性客户，然后我就看一下手机，他就立马就不高兴了，是不是？对，当然不高兴。我看那个东西很奇怪，有么么哒，所以我拿过他的手机，因为我要看。我跟你说了，是我的客户，你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然后拿过手机去看了那个什么，很害羞的表情什么的，他就立马给客户删除了，知道吧？把我客户删除了，缩小一点哈，一份工作而已；缩大一点，不是给我人脉整没了吗？而且严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也挺奇怪的啊。对，你看。你介意他跟别的女生行贴面礼，那你为什么跟男客户么么哒呢？您知道，就是我做销售工作的，是不是？不是、就是、你做什么工作，你也不能么么哒呀。就是平时一个感谢的那种表情，就是几个表情符号而已，那其实没什么，就大家开一下玩笑，调侃一下而已。这个我相信你们在座的肯定应该也有，是吧？就是这样子，可能他就觉得我有问题了，因为看不懂中文字儿，看表情就给我客户删除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男生挺幼稚的。如果还往走下去，以后的更多的麻烦。啊，但是，这个我听了，基本你也想明白了。那您今天干嘛还来呢？因为，从认识到现在也有这么久了，他为我改变也很多，愿意来中国这些，我很感动。所以说他
来这里 OK， 我觉得很诚心，那么我陪来这里就是请大家的帮忙。就是你对这段恋情还有一些眷恋，只是说我可以爱，但是我怎么发现处理起来就那么难呢？是这意思吧？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说一个数据调查，我们曾经做过异国恋的恋爱调查，恋爱矛盾60.3%都是发生在生活细节上，也就是生活琐事上，这是异国恋。但同样的，对于所有的中国恋人，也是60%多的发生在生活细节上。所以我第一个先建议二位不要老说我们国家的习惯，因为这只是个人习惯。就包括中国也一样。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也会有不同的习惯方式。为什么哭啊？是觉得挺难的是吧？你那数字吓到他了？是因为数字吓到你了吗？不光数字，说的觉得蛮对的。说到心里的感受。但是回过头来，我还要先跟女生讲一下，作为一个33岁的成年女性了，其实有一件事情你是应该非常清楚的。不管你跟什么样的男性谈恋爱，你们都会遇到生活标准的不同。所以我想，女孩现在对于你来讲，不是要去区分我们两个到底哪一些问题应该符合谁的标准，而是首先你们需要去谈论一下你们会遇到哪一些问题，慢慢的去接受对方跟你的差异和不同。我觉得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你可能需要自信一点，你足够有美丽，足够你有智慧，能够去征服一个男人，不管他年龄小年龄大。而且对于他来讲，包括现在很多中国男性也会找比自己大很多的姐姐，因为他们会发现这样的女性更懂得关心人，更温柔，更体贴。所以没有太多的问题，只需要你增加你的沟通技巧就可以了。问女孩两个问题。第一，你相信姐弟恋会成功吗？相信。第二个问题，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不一定是跟他，我自己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年龄。这么说吧，可能我说出来想法比较幼稚，我是那种相信爱情的人，我不会因为年龄很大随便嫁了，我觉得那我不可能做得到。也许很幼稚，但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可能大概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吗？在自己多大的时候结婚？目前的计划35岁之前这样。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可能在你上一次恋情当中，可能你都准备结婚了。为什么给我这种感觉呢？我感觉你跟他的相处你是非常着急，你着急于自己的年龄，你始终是在说我比他大9岁，他不嫌弃我比他大。而在整个的相处当中你都非常急，你的节奏很快，而他恰恰节奏很慢。你想一定要有他的陪伴，他还在想我要了解中国呢，我要多交朋友呢。你想他一定会跟你很有默契，但是不好意思，你们一开始跳舞的时候丝毫没有默契。他本来这个手势已经是给你要转的手势，你根本就不转，你很有自己的那种感觉，你甚至于希望他在跟着你的节奏走。从跳舞是可以看出来的，从你们相处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你真是说没有对自己的结婚年龄或者说对自己的年龄有一个限制，说我要赶紧结婚，我要赶紧步入婚姻的话，你其实是应该放慢节奏跟他在一起同一个节奏，你们才可能共振。可是不好意思，你选择了一个国外的友人，认识也才8个月，他还在处于一个希望从你这儿多一些依靠，多一些帮助，让他能够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上的文化，多交一些中国的朋友的阶段。而你可能已经在想，我要把他作为我今后有可能的丈夫，他要给我足够的关怀。但是不好意思，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你还得慢慢教他，你有没有耐心？比如说他删你的短信，你自然而然的反应是什么？他太幼稚，你想依靠他的，你想找一个人依靠的，可恰恰不是。他从跟你交往到现在，他其实一直是想依靠你的，你们俩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在相处当中，你又拼命的想节奏很快很快，他跟不上了。如果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的话，一定要把自己心态放平和。跟他可能短时间内一定不会谈婚论嫁，因为他需要时间磨合，慢慢的磨合，可你给的磨合时间太短，好吗？想清楚做选择。你们俩之间的恋情有点像一个外乡人到一个本地的餐馆去点菜，女生上了餐桌之后闷闷不乐，不知道该吃什么，
男生非常殷勤地说你吃这个吗，或者是尝试吃吃这个，但女生说随便，于是男生点了一大堆的菜，但是你没有一个是可口的，挑挑这个说不好吃，挑挑说那个不好吃，但同时内心又非常感恩于男生对你的殷勤，对你的付出。我觉得你很像这种状态。我们说婚姻和爱情一定是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之上，但很显然你有点自欺欺人。就像你一坐上那个桌子，你就知道点出来的菜几乎我都不合胃口，但是你不说，依然让他殷勤的在点，点了之后你又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没打算吃这一桌子菜。就经常有女性说，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我这段感情我是没有结果的，你自己很清楚，不光是你自己不自信，你知道家庭也会很反对，你知道的，但你不说。为什么不说？一方面是因为你内心不够自信，一方面是年纪稍微有点大，于是你采用了观望的角度。就像很多女生所说的，处处再说吧，看看她怎么表现。于是你在和她接触的过程当中，从对方的表现过程当中，你获取了两种感受。第一种，感动，但这种感动是一种自作多情，因为你觉得是事儿的事儿，她觉得根本不是事儿。比如说年龄，比如说距离，你觉得好感动啊，但其实你认为这是事儿的事儿，他根本认为这不是事儿。第二点就是你认为不是事儿的事儿，他认为很是事儿，比如说隐私，比如说点菜等等。你刚才说他翻了你的手机，删掉了你的一个客户，你刚才所形容的词语是说他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有那么影响？你要是真喜欢一个人，即便他做了不对的事情，删掉了你一个手机，因为爱你，因为吃醋，你应该是既欢喜又有一些责怪，应该是一种复杂的感受。可是你不是，你觉得他严重的影响了你的生活，这个话听上去像个外人。所以不要被自己的眼泪感动，也不要对对方的不是付出的付出感动。既然跨越不了自己内心真正不爱的自私和那种悲观情绪，就趁早放手，就这样。我不要我们分手，我真的爱他。啊、哦，你有想过娶她吗？我不知道，毕业以后可能我们结婚，但是原来的生活真的我不知道。对，未来的生活不知道。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个法明的这种坦诚，他至少坦诚地说对于未来他是不确定的，你自己要做选择，不要因为好像觉得我们今天是跨年，我们欢欢喜喜的，你就按咱中国人那个思路来过节呀、得喜庆，得喜气洋洋，你说我配合一下，我跨在一起吧，想清楚，今天的跨越一定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丽丽，我不要我们分手，真的，因为我真正爱你，所以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和你认识到现在这么久，说实在，有点喜欢，也有感动，但是相处我觉得真的太累了。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再往前面走，所以说我觉得你让我再考虑一下。谢谢两位，来，请回，请回，请回。来，请官们，老师们向他们提出了选择的可能性，最后的决定要他们自己来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节目。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一对一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这个女生会作何选择呢？请开门。